对对对，有了。对，就是。好，那就再来你咯。有需要再来问你。之后你有什么讯息想要知道啊？不止灯啊，因为正常很多东西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啊好啊，谢谢。再逛一下。好。我们有这一个后面一直到那边的 GoPro 都是我们的。OK OK， 对。GoPro 跟谁买的 ？GoPro。本是买的。另外一间跟另外一间买的，不是你们。离开。没有啊，因为我。如果你们只是因为。因为像这种便宜的没差、啊，他会挑东西买，通常都是 GoPro 都会送东西嘛。客人都会看喜欢他们家还是喜欢我们家的去决定要给谁买。没有，我倒是觉得送的越少越好，然后价格便宜就可以了。因为下次你问我。没有，这种小钱给你们赚太浪费了，不用啊。但是大钱再给你们赚给你就好。也还好。对啊。好啊好啊，保持联络。好，谢谢。隔壁也可以看一下。可以啊可以啊，我都会逛啊。高级更高阶的那个的。哦 ，Sky Panel。对。那个是新的X2。嗯，我知道。Sky Panel。那我觉得它已经快要被打趴了。是啊，只剩片场在用哎。对啊，啊片场也慢慢转的。你们片场都有，可你们变成你们也都会去推广去片场推广。对啊，因为这些大瓦数的灯，如果像是工作室或者比较小间的，可是它是220的电，你出门一定要有发电。那一个是220，这个可以走110啊，所以这个会比较方便。对，所以这个还可以。通常一般的租赁就是像什么旋转木啊，他们最多就是买到1200，因为试电还可以插，他们就不会买这一种。所以要到片场他们才会去进这个，因为他们自己用。他出班的基本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有发电机啊，就是摄影棚啊，要220，或者是摄影棚你要拉220的电，220的电一定是有啦。只是如果你是要出外景或是干嘛，就会比较不方便。对，他也没有办法 DC in 是不是？他其实就是这样，他只能这样，他有 DC 啊。他 DC 应该也没有办法全处理。因为我是觉得插梯，但是因为它是可以，我就觉得插梯系列比较是，真的是片场用这么大一个小的工作室，其实或室内其实也很难用，而且你一定要出卡车，不然你搬真的会死掉。然后这个是就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，对。这些弹簧床等等，气垫床等等。哎，它是有那个棒骨的，对不对？可以看看它的棒骨吗？小的它是配充气枪。充？对啊，那哦，对啊，那个充气枪。有吗？可以看一下。